结果出来了两个了，结果五个，出来了两只了，还有三只，陆续的这两天那三个也出来了，期待吧。这就是刚出壳的小鹦鹉。 玄凤鹦鹉这窝五只，全部送你出壳了，开始手痒，长大后特别亲人，特别粘人啊！这是五个，这窝五个全部出来，刚喂完，五个小脑袋，小可爱，嘿，别睡了，拍视频了，嘿，好了，就这样吧。